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来关乡亲时代，大家咱即马啊休困倒转来了啊，咱啊因为今仔诶迄落今仔日是这个十一月初一嘛吼，啊初咱所知影的，就是讲啊这个今仔日美国正式向台湾开放电子免签证。嘿嘿嘿，啊因为伊这个我看伊咧美国官员哦。敢那足骨力的 AIT 啊，拢去迄落亚旗啊、饶河夜市啊、啥物亚旗啊，拢去啊共讲啊共宣导吼，讲恁啊恁啊要来美国观光创啥的话，你着爱填这個表，安怎填安怎填安尼。你看伊足彻底落去实行的。啊，你敢知为啥物美国的美国的公务员足骨力？因为伊的薪水来自美国迄边遐本土的纳税人所付的税金过来。即美国十大协会即官员，为什么伊安尼遮尼只唔惊艰苦啊？走去亚细安尼，认真负责。原因就是啥？因为伊总统管理袂到嘛，美国总统是离开台湾足远的嘛。对，就是啥？迄就是人的一个敬业的精神，做一个公务员有一个敬业的精神。是。啊，伊就啥？敬业精神就来自啥？伊是人包起的啦。伊是领这个纳税人是税金嘛，吼，所以应该把这个代做好势吼。所以你甲看吼，咱伫台湾吼，卖讲欠远啦吼，咱的主管单位咯，拢有一种心态叫做山高皇帝远啦，就是你铁我你拿我鞭长莫及啦，你拢无法度赶到我家来，所以咱的主管单位吼，嚯，迄敢那每一个所在拢敢那热门啦。还作废类的啊，乱七八糟啊，男女关系啊，赌博啊，安尼废类安尼啊，迄无甲倒一个嘿。所以你甲看人即摆，即美国对台湾开放即个有条件的，免电子的免签证，这是有条件哦，唔是完全免签证吼。咱来讲个清楚，免签证是啥？护照摕，机票买，随时会使去，迄只叫做免签证吼。参照讲，大家若去过新加坡。大家人去过日本，大家人去过加拿大，啊，是讲去过欧洲的这些欧盟，拢做清楚嘛，唔免阁上网去登记吼。啊，美国即摆开放个台湾，这是唔是完全免签证？这叫做有条件的电子签证，叫做电子签证，得爱用 email， 哎，要请教啊。若讲，可比讲欧巴桑未晓用迄落电子签证的，要安怎爱叫？录音师会甲你教。哦，好，今仔日帮咱签。对对对，今仔日吼，十一月初一嘛，已经有一个电子签证的这个旅行团，已经今仔出发了。嘿，讲秒杀啦，讲随时都予人订了了的。所以这也免担心啦，因为美国是一个文明、真进步的国家吼，伊一定爱甲伊的政策做一个真完整的这宣传，爱达到讲，哎，人人拢知影讲安怎去办这个美国的这个。申请这电子的免签证的这个作业，伊拢会做甲人人拢知影，唔是像台湾的政府呢，拢甲你教了一半。真侪人，咱过去陈水扁也袂做，伫台北陈水扁总统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阵，伊是有啥物做甲会当予台人个笑脸，就是啦，迄、那个热门的气氛无去啊。好，你去市政府办代志，感觉讲柜台放假啊，搁有人捧茶啊，袂像较早管员管，我若较歪咧，拢迄落下海只拢拄袂着伊个迄落柜台安尼。啊，你也感觉你足有尊严嘛？好，对，迄落纳税人个精神，啊，即个公务员有即款公仆，诶，即款个想法，啥物叫公仆呢？公家请个使用人呐。对对对，嘿。今仔日就是咱纳税金嘛。是政府才有钱去成立教育部，予全面来受教育。今仔日就是因为你甲我辛辛苦苦做工课，纳税金，政府才有钱去请一群军兵啊，啊来保护咱个国家、甲咱个家庭、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嘛吼。今仔日就是有你我纳税金，一个人纳税金，政府才有钱去成立一个卫生署，来予全面会当享受健保。和全民会当更加健康。今仔日就是因为有你我全一2300万人安尼辛辛苦苦做工啊上班做生意交的税金，政府才有钱去成立交通部啊来铺桥造路嘛。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公共设施、公共政策，千万唔通想讲迄是政府的德政，迄是咱请一群人。
来甲咱做代志嘛吼。所以讲，咱为这个 AID 的官员的迄、那个、迄、那个基本心态，迄、那、落、個。敬业的迄落尊重的迄款的迄落行动，啊，过来就是讲，伊这边因遐做水灾嘛吼。你看迄、那个选举吼，遐尼大的选举，啊，奥巴马就较紧停止哦，啊，就头一个就拼去啊。无参照咱遮的吼，讲迄落已经迄落小拿川已经灭川啊，啊，伊还搁伫遐咧跳舞的照跳舞，收水的照收水，剃头的照剃头，啊，过生日的照过生日。这基本心态差足多呢。人个时阵啊，行政也必须定讲，迄天是爸爸节、父亲节，拜托个呀。迄天爸爸节嘞，迄天阮老爸，迄天是阮老爸爸爸节。你讲你讲，甲要求个要求东要求西。对啊，恁个什么四季庄啊人？这吼，就是国民党六十几年来伫台湾所造成的一个罪证啦。伊甲这公务员，甲当作是一个做官。高高在上嘛，你公务员啊，感觉有一讲到感觉一种心态，就感觉讲你处处拢爱去甲巴结，爱去甲拜托，伊甲伊刁难，伊若凊彩甲伊刁难，你就想要行威猛啦。对，所以贪污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来吼。这可哦，这种从国家的权力去换取的好处吼，这款的军公教人员哦，老实讲，实在让人感觉讲，实在是不真不体啦吼。所以我就說這次美國對台灣開放這個電子有條件電子簽證吼，很清楚是讓我們台灣再進一步走一步很大步，因為他給你規定一定要國籍要寫台灣，對，你填中華民國不能入去，他不接受了。結果馬英九所宣布，那天宣布的時候，他也歡喜到洋洋得意，他說美國吼已經終於開放對中華民國，这嘛你骗人，这嘛你骗人，嘿，有够瞎了。因为头到尾你甲看拢无中国人，美国所讲出来的物件，美国所讲过这话，也是讲迄个新闻稿，拢无出现着中华民国这四字哦。无啦，你中华民国你甲填迄个假啊内底，填落就跳出来，都不接受嘛，对，不接受嘛，对嘛。啊，所以即摆足大个进步是啦，就是讲伊甲即个美国这个电子的签证吼，已经互咱足大个进步是啦。因为你也写中华民国是袂当入去，吼、哦，干那台湾，你做清楚伊啦，恁就是台湾人，所以美国人做，我听你讲，美国人做代志吼，真有路。是。1979年正月初一，当美国制定台湾管理法的时阵，伊就已经甲预留一个伏笔，和台湾讲以后你就是叫做台湾，吼、哦。台湾即卖现出是毋是一个国家，但是未来会正做一个新的国家，这是美国人足早就咧想的一件代志，吼、哦。那么当时会当加入新的国家，新的用台湾这个名词来做国家呢，当然爱一寡时机的配合啦吼。啊，哥，你台湾人民是不是你有成长加有迄落认知，讲我就是主人，最主人的诶诶基本的迄落认知啊，伊才有法度讲放互你去做国家。啊，讲到这吼，咱嘛感觉足怨叹的讲，台湾即卖教育普及率啦。是世界第一的，我一句话讲讲，学历相关的咧，文盲上少的，这么相信的台湾人，吼，就是啦，咱教育出问题，咱教育已经真做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迷信，咱一般咧讲迷信是讲宗教啦，吼，啊，真是人开足侪钱，啊，去改文，去改名，吼，啊，目的就是讲希望我会当安尼，吼。人生的路路较顺时啦吼，啊，这就迷信嘛。如果钱来当改变人的命运，钱来当给人改运的位置，啊，这就政府的便利生就好啊。每一年正月初一，政府便利生啊，靠这个啊，叫财公，叫这和尚，叫道士来给全国歹命的人拢给改的。这个国家拢无歹命人嘛，敢不是嘞？啊，这款医生一直通过嘛，大家拢嘛同意嘛，因为大家拢有饭好食，大家拢食快乐嘛，敢不是？迄个迷信吼，所以我感觉即马教育嘛已经真做台湾一外一种迷信。为什么我咧讲呢？教育足简单嘞，他都有讲过，就是让一个人出社会有谋生的能力嘛。吼，人美国人、人加拿大人、澳洲人，伊个囡仔一天读书才五点钟。咱咧读书的时间是人个三倍较低，啊，咱读书的时间比人低三倍较低啦，就是补习嘛。哦，第二报日啊，报名啊，报。啊，不是，当下爱做功课，老师佫留足济功课，你，互你做。啊，这就是教育的迷信嘛，就是讲，
咱人通常是身体无好无爽快，身体有破病，那需要吃药啊嘛。啊，你教育再讲成绩真歹，成绩对人袂对，好、啊，你再去补习嘛。啊，现在不是呢，要大家人补习。他都话刘老师你讲，台湾的教育未来，敢那大家拢吃忧心。啊，当然忧心嘛。阿拉讲呢，咱爱负足大责任呢。阿拉讲呢，这教育已经成做另外一种的迷信了，种我你讲是讲。今年的五月十三母亲节，今年的八月七日爸爸节，我带阮老爸老母去餐厅时阵，我看到一个画面哦，我感觉我几日间困未去，食未落去啦。阿拉讲呢，去餐厅时阵，照讲去一天的日子，妈妈节、爸爸节，照讲迄天日子，一个口啊，好不容易安尼，大家超时间，平安喜乐，吼、哦，啊，点样啊，一个主餐嘛，吼、哦。啊、阿公阿嬤坐在旁邊都說說村的囉、兒子新婦也好啦，女兒也好啦，兒子也好，孫也好，大家頭髮都捏捏你啊，你背啦，啊就 iPhone 啦，啊我不知道這什麼意義，地頭族啊，啊我不知道這到底你餐廳什麼意義啦，嘿嘿嘿，表示說我人來了嘛，所以咱吼，迄是应付性的一个迄款親情的交流啦，我想這吼應該政府要趕緊去設法。将来是不是有必要经过大家较充分的讨论，是不是立一个法，进餐厅，还是讲去做公共场所，大家唔通都要背一背这个手机啊？吼，安怎讲呢？这拢是咱造成的嘛，咱今日怪囡仔无道理嘛。你若有时间啦吼，我是参过时拢会去注意这物件。有时间你去透早七点你去学校口，凊彩都一间学校口，你去也看，会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呢？真侪老爸老母，也是外佣，把囡仔载去个学校口，落车，迄囡仔徛伫伫徛伫遐，外套老爸老母老爸啊，也是老母个穿，鞋包佫甲挂好势，帽啊佫甲戴好势，迄个囡仔个徛伫遐，伫伫拢袂叮当，穿好势，你阿公叫伊示意讲，你会使入去教室啊？你佮想啦，迄囡仔去个学校口，外套如果你佮穿。帽子就你自己皮包珠包就你自己掛這樣你這種教育這麼對我要問這個問題對我們的孩子大起來不是只飼料雞而已又是沒有自我生活能力啦這個又另外一種的這個層面來說現在變說你孩子吼都也是是大人在那裡炫自己炫耀的那個一個工具啊吼，阮囝哦，搁学钢琴，搁学芭蕾舞，搁学啥，搁学啥，啊，迄啰，阮囝拢读建中的，读大学，安怎，拢伫遐炫耀家己的囝是读啥物，读啥物，啊，会晓啥啥啥呢，啊，拢无伫讲你这个囝吼，啊，伊读迄啰回来了后，对社会远唔真有路用，啊是讲对伊外友好，啊是讲伊对做偌济这个社会公益的，拢无。我拄则我就你讲嘛吼。其实咱的品德教育吼，足要紧的。咱拢重视啊，重视名次，重视这学历，重视这文凭啦。但是文明国家拢重视品德啊，吼，就是讲爱有廉耻嘛，做唔到，但是面爱红嘛，吼。那我问，咱要直接借问咱的海外这乡亲，有人真侪台湾人移民去世界各国，多一个国家有迄款，叫做第一高中。第一中学、第一中学，那北一路、北二路，吼、什么建中、台大，伫文明国家绝对无这个名数，无第一中学啦，第一学啊，无绝对无这款物件，因为这无公平的，就是阶级化的，是教育嘛，吼。照讲，我交税金给你，你所政府提税金，你所开办的这学校，水准拢爱同款嘛，每一个学校教出来囡仔，拢爱同款巧嘛，结果唔是嘛。伊甲你误导，吼、学校来甲你排名，甲你排名次嘛，吼、什么明治高中、明治国中安尼是啦吼，啊结果学生佫甲你排第一名、第二名、第几名，前几年啊，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查某囡仔，因为名为着名次嘛，去第二名去头死一个，第一名你会记无？有。迄件代志，不管台湾社会轰轰烈烈嘛吼，对迄个时阵，我就一直要求教育部爱废掉学校内底名次。就是讲即马，还佫伫个，
所以咱一咱唔能够再。更加强烈嘞，含迄个补习班嘛是，嘛是安尼啊。所以我要我讲，绑手啊，搁写伫个大路边让人看。对。所以到即卖为止，教育是已经成做另外一种的迷信。吼，所以我直接借这机会甲大家呼吁啊，咱唔通迷信这个教育。吼，迷信甲今仔日囡仔读书是为着是大人咧读的。对。吼，这囡仔读什么学校，真侪人讲未出来，伊感觉无民主。对。他主导所有民主，我阿民主派的事啊。泰山啊，敢讲泰山。我的囡仔品德也好，我的操守也好，我的囡仔都但是有良知。我讲你都有教安尼。会晓友好是大人，对厝边头尾大家拢足友善的，啊对同学啊足有贴心的，吼啊对这个社会政治什么拢通识方面拢真完善，迄毋但是正港的台湾人，啊即马毋是啊。啊、所以讲，咱的教育就无应该是讲啊。那我头拄甲大家报告是讲，一个人通常是身体无爽快，身体有病，才需要食药啊嘛。读书照讲啊吼，成绩较歹，对较未着的，啊你去补习，迄些讲吼，我是勉强会当接受，勉强哦。我是无法度接受。有的人都。不是，我要讲，不是，这点可能包括刘老师你嘛爱小调整。外国人的观念是安尼先。我一个囡仔去学校，对会着对袂着，唔是家庭的问题，是学校爱负责。你做你学校内底的老师，一定爱学所有囡仔，拢爱平平拢对会着。因为去到学校，就是你学校老师的专业责任嘛。我头拄要甲大家讲嘛，好，我甲大家报告讲，包括你去病院，是医生甲护士的责任嘛，唔是你家己代志嘛。假使你来往这教育角度去看待，看这個。大因的人，啊啦，安尼讲时，你对袂着去补习，啊啦去甲病院，啊，这个医生医袂好，你着家己过另外再要去吃。啊，不过咱台湾足济只，对啦，我讲咱足济迷信吼，咱足济迷失啊，拢无法度拍破的原因就是，咱足迷信的，咱有教育的迷信，咱有宗教的迷信，咱有政治的迷信，咱有足济公共事务的迷信，你敢知影？对，咱着种迷信。害死台湾人，就是这個原因嘛。全世界开你烧金纸、烧香拜拜的钱哦，上济国家就是台湾啦。啊，佫有啊，因为安怎呢？迄、那个较早吼，迄、那个囡仔吼，拢规定拢爱补习，无你若无补习，老师一关就袂过啊，老师就甲你掂你这个囡仔。啊，所以讲，才是讲我着我。名义上是有翁啊，但是我是单亲嘛吼、啊，我迄囝吼要去补习吼，啊一期都爱交8000块呢，吼、我病啊，爱我的命呢。迄个时阵算俗。咱去找迄款的，迄个高头所讲的补习班呐、啊，啊，迄都爱，咱都补袂起啊，所以我感觉讲吼，啊，所以你嘛是应付啊，因为人补都对人补，啊，人食药啊对人食药啊，人食健康食品对人食健康食品。你无去补，啊，人拜拜年因对人拜。因为讲迄是阮老师开的。我们师母开的，对啦，啊，这就是直接迷信。我就讲这个教育的迷信，咱台湾的教育迷信足严重，因为大家拢用囡仔读的学校咧做比拼嘛，对，拢咧比较，嘿，读名嘴的。嘿，我得啦，劝人一句话啦，世间吼，有两种的教未使信，这两种教，都是瞎教，一种比较，一种计较。你只要信这两种教，你就得到忧郁症。对，因为你太侪比较嘛。对不起，你会感觉讲，刘老师平时爱逛一卡，会当逛一卡 LV 的皮包啊。啊，就比较嘛。我逛一塑胶袋也袂使。啊，就是比较嘛，吼。啊，你计较，老爸老母放落来，顶一代放落来一寡小块啊，一寡财产，兄弟姊妹为着要分这个计较，要分偌济，啊，冤家路，冤家路济。台湾历年来所有的好业人，所有的这大富豪、富翁啦吼，对迄个成功的五花西，国泰的蔡家，吼，啊，搁这个中泰民国的林国强，眼前的亲家陈查某，吼，啊，最近这王永庆。啊，是这个王佑珍，所有这好业人吼，差不多拢有争夺这财产，子孙拢为着争夺财产嘛。对啊。所以清朝有一个钦差大臣呐、啊，钦差大臣，林则徐讲一句话啦：，我的囡仔若是有能力，我留钱给伊要创啥啦？对。吼、哦，所以咱一定爱破除这个迷信。咱的囡仔读书，唔是要甲人批评讲，阮囡仔读建中，恁囡仔读台大，
好呀，大家拢学点啦，哦，读书学点唔是要甲人比拼，读书个目的个要学我个囡仔出社会，哎，看到人，即个车祸，会当赶紧要去甲见义勇为，要去甲救，起码无见义勇为安尼。是嘛？你无人讲伊，无讲袂使，讲去救，就讲迄是你共弄的。是嘛？啊，所以这社会，你才这社会破病，你才这社会病病到活动了吼。所以讲，咱学囡仔咧，学囡仔受教育，我感觉足简单咧。学咱的囡仔出社会了，莫造成社会负担。嗯。学咱的囡仔出社会了，有法度家己饲一饲一身的爸。嗯。吼啊！结婚了，啊，顾伊自己靠顾伊爸。嗯。安尼就好啊，唔免甲人比拼讲哦。人迄个某某人伊叫读台大啦吼，啊某某人伊叫读什么中，什么中，唔免读什么学校出来拢同款啦。所以我是讲讲，咱唔通阁予继续予咱的教育成做另外一种的迷信，因为台湾有太侪迷信，啊台湾人其实讲也叫迷信害死的。我就常来讲嘛，台湾人这四百年来，咱祖先来台湾，交过乌水沟来台湾，已经四百多年嘛吼，四百年来啦吼，包括我的家族啊，包括我的家族。所有老亲人往生，一定有找风水地理师，一定啊吼，啊个爱一定有找西公回乡，来超度，吼、哦，四百年来台湾人开的这块的亲人往生的钱，不计其数啦，吼、哦，包括做风水遐啊，遐拢爱开足侪钱的。啊，我请问嘛，假使风水地理人有影会低音加顺啦，台湾应该是全世界上个富裕的国家嘛。对啊，台湾早就有国家啦，啊，甲真拢无遐未有国家。有一个从事殡葬业，外号叫当归啦吼。曾经伫郑鸿仪，迄个甲这个虞美人迄个新闻哇哇哇的节目讲公开讲嘛。伊是一个殡葬业的业者哦。嘿。伊讲人甲咧节目个主持人甲问嘛，伊讲啊，迄安尼花香师讲伫遐酒伫遐超度，你念要见到唔好，伊讲，迄拢咧骗家己啦，用安自我安慰念念嘛。是。其实吼，我嘛去注意过节啦。加一个西公，你念的咒语吼，或者伊家听，伊嘛听无啦。吼、哦，我是讲台湾人奈遮尔只悲哀，一个人往生，往生都无多，都迄个真不幸的代志啊嘛吼。你都唔免开遐济钱，等在生一粒豆开也四粒拜二头，敢不是？对啊。你在生，你后尾，互恁老爸老母3000-5000。死了后开400万-500万来做风水。结果做风水啦，一方面看好，表示你才有效。各一方面，过来甲人骗讲哦，你看我以后我期待讲我以后我会赚大钱啊。这拢是足无健康的一个心理啦吼。我是感觉讲，对于这个宗教的部分，我是尊重每一个人应该有家己的信仰，但是这信仰唔当迷信，吼，唔当是讲信。就是讲咱台湾即马无论你是讲宗教也好，教育也好，无论你所做的每一项。拢是迷信啦，就是讲已经迷失的台湾人啦，台湾人已经没有中心的迄个思想啦。是足严重吼，咱有教育迷信嘛，咱有宗教迷信嘛，咱有政治的迷信吼。为什么叫做政治迷信呢？咱若是介意一个人，支持一个人，不管你台人帮伊做甚物歹代志，咱拢会原谅伊，不但原谅伊，咱阁替伊抹粉点面子，替伊讲话。我感觉这种无正常的心理啦。是。咱针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足简单，我就干那个是甲非啊，尔对甲唔对，安尼就好啊。对。哦，咱做唔对，每只拢会当做唔对，我嘛会做唔对嘛吼。做唔对的人爱公开共道歉，爱有勇气，爱有这个担心，爱来负责任，爱共回信的嘛吼。当然这唔是啊，政治嘛迷信嘛，你支持你的。诶，阮咧偶像，啊，我支持我的偶像。我同你讲。啊，这个偶像做较唔对，安怎出袂台湾？安怎去输啊？去投降敌国？啊，但是伊的粉丝们嘛是照常讲，伊就是对的。你也要讲伊对的。我要讲的是讲啥人？60年以前，中国国民党这臭头仔正面就甲咱教讲啊，咱甲中国共产党是。不共戴天之仇，是啊，我们要消灭万恶的共匪。咱要反共大陆，咱要杀猪拔毛，咱要去即款迄个解救同胞嘛。但是经过一半世纪了后，叫咱要求咱去替伊反共大陆遐个人，即卖你甲伊个敌人，不共戴天的仇人，把酒言欢，底下跳舞，底下唱歌，吼。我就一想讲，到底是我神经出问题，还是遐个人精神错乱嘛吼？这头一个问题。第二，三四十年来，
包括李老师你，拢为着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大家行上街头，辛苦偌济钱，就入偌济钱。对对对。咱对随真济人，真济民主先辈的脚步，讲咱绝对无要承认中华民国，吼、咱绝对无要接受迄青天白日满地红迄民国旗，咱绝对无要接受孙中山是咱的国父嘛。对。这咱拢是互人教出来哦，咱拢对人脚步行嘛，敢不是？对啊，过去真济人伫当选市议员嘛，无爱伫迄什么孙中山面头前就宣誓哦。嘿。真济人嘛，无爱伫法律嘛，无爱伫迄款国旗面头前宣誓哦，吼。但今仔有人甲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我这两天想讲，我唔知爱来看医生阿边咧。到底是我精神错乱，还是别人，还是遐人有问题？因那有问题，人有诶人是读哈佛诶呢，那也有问题。对啦，啊，咱都无钱咱读书，问题就是出在诶。咱我较无钱，我读如来佛啦吼。啊，所以我是讲讲，咱对政治工作者，嘛是爱用一个真持平、真客观、真中立诶角度去看待这代志。是，千万唔通讲啊！你都为出装扮这个人。袂使有装扮这两个物件啦。对对，人是充满着变数的，诶，才是人嘛。是嘛？啊，伊当咧变的时阵，啊，你看到唔是事，你都爱家谴责。你把都谴责伊，你都爱闪伊闪较开咧安尼。虽然文明的国家拢安尼讲啊，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吼，宪法就是咱全民的迄个权利的保障书。法律袂使成做统治者的工具。吼。讲威权袂使复制，威权不能复制。民主没有止境啦。民主袂使有，无一路无一路讲，我听到这为止安尼啦吼。永远爱不断的进步吼。这是文明国家的人的观念，因甚至感觉讲，对政治人物的天性，都是对家己的残酷啦。对。咱也免就解讲，咱也免讲，就爱对某一挂政治人物特别什么敌意嘛，唔免。做对，咱就是个肯定；做唔对，咱就是爱个国家肯定嘛吼。今仔日，他有人讲，一世人甲追随这个人，啊，这个人都太人放火，这个人做真侪代志唔对，啊，你又去替伊讲话，我是感觉讲吼，这拢是咱家己无法度进步的阻力啦、阻力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即马吼，除了这个，宗教迷信、教育迷信，咱个政治的迷信，吼，啊，甚至。咱个迷信啥？迷信名医，迷信名牌，迷信名车，迷信都是跟庙较兴。这拢是充满迷信的社会啦吼。其实一个人若有北来若有物件啦，一个人北岛来若有物件，若有学问，若有一寡物件吼，你就有充满自信。有自信的人，伊袂去拄着困难嘛。真侪代志你拢。总讲拄着困难嘛，真简单就会当，真紧就会当解决啦。你若有自信的人，拄着困难，你就有方法改变嘛，解决嘛。啊，哪讲咧？哪讲成功的人找这个成功的人吼，也是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找借口嘛。有一句话是安尼讲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咱一定爱调整咱的观念。我感觉讲，咱对未来，咱对咱的子孙啊的教育，一定若无做一个好好啊一大改变。唔通人爷兄对人拜，隔壁那是那阿仔嘛，你补习啦，啊，阮亲戚阿英啊，恁家嘛咧补习，啊，人补你对人补，啊，人拜对人拜，啊，结果拜啥？唔知影，啊，补啥？啊嘛唔知影，啊，若是讲补，啊，都无感觉有效，啊，敢有需要开一罐钱？啊，你这罐无应该开钱，一直开，啊，请问你生活要哪好过啦？对啊，你拄则咧讲诶，讲人抬人放火啊，政治人物。伊是杀人无见血呢，啊！伊放的火是无名火呢。你干那伊一句话，你就会当将咱清清慢慢行街头所拍拼出来的基本价值，伊一句话就甲你吼掉安尼。所以讲，因的杀人放火的是无形的，对咱的杀伤力。对啦，因为一个法律啊定了无够周至，一个法律啊唔对，政策啊唔对吼，老实讲，迄比杀人较恐怖，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一定爱来影响一挂人吼，改变一挂人的一些思维甲观念啦。因为真侪最近即阵仔真侪人甲讲啊，我都生活愈来愈歹过。啊，我拢甲反问一句话，讲啊，你囡仔有咧补习？伊讲有啊。讲啊，补偌济？讲逐科嘛补。讲啊，敢袂使卖补？伊讲无法度。啊，讲安那无法度，因为逐个拢咧补。你若无去，考试伊若无你分数的时阵，
把你弄得最后一名笨蛋啊，你就害啊，被人排挤。所以我最近吼，这段时间，定定拄着一挂人会甲抱怨嘛，会甲怨叹讲，啊，最近生活吼，愈来愈歹过安尼啦。啊，我拢甲问安尼啦。嗯。我甲讲，你囡仔讲你补习讲有。嗯啊，你敢有你拜拜讲有？我讲安尼，你生活要来考过？伊讲啊，你敢拢无你？我讲我囡仔唔捌补习，啊，我嘛唔捌拜拜。啊，照讲吼，那对有拜拜的人来讲吼，黄玉琪应该出去食啦。我应该无饭通食，因为我唔捌拜嘛。啊，神明嘛应该未甲我保庇才对啦吼。但是唔是安尼咧？我看唔是安尼，我甲讲，第一，你讲你有你拜拜，你来讲，原来你生活歹过，安尼表示神明无甲你保庇嘛。啊，这神明也无甲你保庇。而且对等对价关系的拢不存在啊，敢毋是？对啊。你家摆着些保庇，你会当赚大钱吼。啊，你家摆关，你着怎保庇你身体健康，保庇一家口圆满幸福嘛。系啊。啊，看起来你有你摆的人，啊，生命着拢无甲你拢无履行啊，履行迄个对价关系嘛。系啊。啊，所以不如卖摆嘛。啊，我因像我无你摆，我生活蛮平歹过呢。讲起我伫台湾，我相信刘老师你嘛知。我生活算真好过呢吼。啊，照讲，神应该比不比我这款人啊对嘛吼？所以讲，我讲咱爱改变观念，人是爱有一寡吼学习啦，人不多啦，有一寡物件。啊，所以讲，人讲烧香啦，若有布面啊，烟筒唔较大支，啊，就来烧一支烟筒就好啊。我爱解说，我唔是讲我真有能力，我嘛唔是讲我真有学习，我的意思是讲，咱人拢爱不断学习。就是讲，咱心灵内底真清，啊，咱做啥拢是。拢是照步来，安尼一卡步一卡印落去行，较实在。因为你对心明，你对心明有期待啦，就表示你有不劳而获的心态嘛。你着贿赂的心情，贿赂的迄个动作啊。不劳而获的心态嘛吼。是。啊，像一个讲啊，你着爱加减拜吼，以后再去天堂，再去地界嘛吼。我讲奇怪安尼啦，我研究真侪年吼，都甲天堂甲地界，敢那唔捌有记者去访问过，吼，然后记者。那嘛，拜托去天堂啊，去地下，甲咱去采访一撮吼，互咱较清楚讲到底天堂甲地下是，到底是倒位啊？到底来去遐有甚物款，咱需要知影的吼。好亲像天堂甲地下，佫唔捌有媒体去采访嘛吼。也佫有啊，就是讲真侪人讲啊，要考试的时阵，拢将因囝迄个学生证，拢摕去迄个甚物文昌帝君遐。啊，你安尼对这个囡仔来讲，杀伤力真重嘞。因为讲哦，伊摕去啊下，结果伊无考着，讲啊心无解保庇。啊，伊努力拍拼到安尼，啊你摕遐，结果伊考着，讲迄毋是伊考着，迄是心解保庇。其实吼，你讲到这考联考这代志吼，即我有经验啦。因为我的亲戚的囡仔吼，曾经吼提伊来衫，去新庄要一个什么文昌帝君的庙吼，去啊吸引啦吼，啊结果嘛无掉啦吼，啊我甲问讲，啊你无采工开1000块去吸一个引啦，啊那也无掉，伊讲无多，咱就运气较歹，当然嘞，这悬的教育，这普及的教育，教出来一群人无思考的能力啦吼。有条拢生命的功劳，啊，若无条拢家己加彩运，迄个签乐透同款嘛，就是人去签牌、去签乐透，拢摕迄个买着迄款乐透的单，拢摕去生命遐洗衫哩，吼，要求拜托生命甲保镖互伊条，互伊着奖吼，啊，照讲若着奖，啊，照讲若着，啊，生命该保镖都有准了嘛吼，啊，看起来真是人嘛无着咧，啊，咱会遮认命。有对的拢讲生命的功劳，啊无对的拢家己加使运，即拢甲教育的迷信有出大的问题。是啊，所以讲我嘛就希望讲咱访问网络电台，咱会当定定请阿基兄转来遮，甲咱啊乡亲时代吼，咱为咱的基础教育开始来。这种的问题吼，咱啊，不是干那一边谈两边谈，继续谈，谈到咱建国嘛，还佫爱继续爱谈落的人吼。啊，若无的时阵，咱台湾人永远咧做奴隶。你哪会做奴隶？啊，你因为你头壳足简单嘞，足好统治嘛。啊，统治者要甲你定互伊，也是讲掠无死角的，种记载人嘛。啊，咱今仔足感谢。我补充一句啦，咱希望大家有爱有家己的想法，是希望大家爱有家己的判断的能力啦，吼。唔是硬样对白，人讲对人讲，人行对人行。安尼吼，你当然你去会迷信嘛，你会迷信到你家己无方向安尼啦。对，嘿，啊，过来对讲政治人物嘛，唔通盲目崇拜。
拜，吼、哦，你看迄落嘛有迄落假台独假甲足成诶，甲咱骗甲安尼吼。是啊，政治不着咱请诶啊，咱诶仆人啊，莫袂记啊，是咱公家出钱请诶呢。对啊，请着是要甲咱替咱解决问题嘛，替咱即款。结果因拢在制造问题互咱担。对嘛。嘿，啊，所以讲咱啊，玉英啊，你若讲定倒来吼，啊，咱诶放网络电台啦啊。即、这个愈讲吼，啊愈侪人听一遍、两遍、三遍安尼吼，不厌其烦安尼，咱台湾若要建国，就赶紧拍即个叫建国的基础啦吼。啊，咱今仔足感谢咱大家收看啊，诶，即做一阶段落去结束。祝大家阖家平安，多谢，好，多谢。